亚的孤儿院。哦，所以下一步就是要去孤儿院了。孤儿院在哪？欸，为什么要重新分组？哦，还好，还好召唤兽没有重置。哦，出来啦！对，孤儿院，孤儿院怎么走啊？到处逛逛哦，要过你这座桥。喂，这里是，这里是哪里啊？下去看看。喂，我还会，这里是棉花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以前没遇过哎，外星人啊，把乳牛吸走。哦，这是那个谁去的村庄。这里之后再来好了。
塔在哪里？刚刚在解露奇鸟任务的时候，好像有看到，是刚刚在哪里看到？边，好，在那个森林附近。哦，这里。哦，要进入高潮了，那个大战。选择合适的命令。准备进攻学员航向，哦，这要怎么选啊？照顾低年级学生。好，随便戳几个。照顾低年级学生。食堂的热狗，应该不重要。关于同伴，防守，可以选几项啊？进攻，航向，感受，战的二级以上成员，
小秘密。谁跟他一起去？他怎么知道我打算要融合？好吧，那我就直接去喽。要来进入高潮的部分了。火焰队三级。先去校地。大战。现在先存个档。为什么要跟他借戒指？这里我就不知道了。
可以换队员吗？不能换队员。回剑桥。这段玩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看，音乐非常的熟悉啊，向左边冲。哦，又要装东西了。哦，对，这个装好了。思考。法没换，we'll be right back.
好一点吗？这边哦，走反。太好啦，抽点加速了。气
穿甲弹。根本不需要用到穿甲弹。啊，掉下去啊！哦，这一段我有印象。下去要去哪里啊？哦，太好了。
成三组。这个好了。不会又要换了吧？解咒复活停止反射。
技。3000多，欸，不是大正哦。刚有说要去二楼，40。
教室啊。机器人出来了，普通攻击就可以解决你。没了吗？这样就没了。怎么好像没有触发什么东西？刚刚那边应该还要讲什么吧？
哦，这样才算出发。剑桥。一直放状态，算了，这些普攻把你们打死。过场哦，撞倒啦。啊，输了。他可以在那个岩石上面吊那么久。
这里不能切对话。好，把它看完。真是感人啊，哦，光亮啊。哦，冲撞。马克不见了，求求你帮我找到他。马克，欸，现在不会，该不会是只有他一个人？好，没关系。恐吓敌人，看看周围。哦，这里我记得，又要那边打架。哎，这里我记得死很多次了。哎呦，靠北啊！被戏啊，被戏啊！
头吧。哎、欸，两个一起，两个都在防，在防什么？有时间讲话。
看来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啊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好，我今天先玩到这。反正就不急啊，后面还有好多。这个才在第二片而已吧。好，先玩到这啊，那就谢谢收看了，晚安，拜拜。哦，对了，明天大概是实况别的游戏吧。那这太空战士我都是一到四，每周一到四实况的。啊，就这样了，晚安，拜拜。